殖民者除了是大家看起来也永远会觉得是一个三国的故事，但是在这个人物的那个情节方面呢是有一些改动，传达一个团结的精神，不管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我们都是有一个团结的精神，对吧？那么戏里面呢就也是一个第一期的尝试，把当年徐汇之战那个这么庞大的战役震撼性的战役，那么比如说有2000的那个战船被火烧那个这种场面，还有千军万马的场面，就是在中国电影里面是很少看到，那么能够把它完成我是非常开心的。我觉得是它的场面吧，因为人物有很多，然后场面也很大，然后我们拍的时候是蛮困难的，是蛮艰巨的一个计划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吸引人的地方。韩国的 fans 萨拉 Hill